各位朋友大家好哈，那今天是12月2号，冰箱就要来帮大家抽出麻辣人家的抽奖的奖项。那这次报名的朋友蛮多的，都80几个，然后为了公平起见哈，冰箱在网络上找到这个 FB 开奖的程式，那我们就用这一个程式来开奖。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，我先输入我们说那个参加抽奖的人的名单。好，这个是我们 FB 那个抽奖贴文的网址。好，那你现在把它汇入。那奖项的部分就是这一些哈。啊，我会取3个备取啦，因为过去的经验常常有很多朋友根本不知道自己抽到奖，然后就没有来领这样。嘿，啊，所以说会在公告时间内没有来领的话，就把机会让给备取的朋友。所以备取所以没有抽到的朋友抽到备取你也不要失望，因为你会领到奖品的机会蛮大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先输入活动哦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次参赛者的名单。那下面一共有，这次一共有83位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抽奖。我们现在把它按下去。好，然后现在就抽好了，很快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得奖名单。好，那奖项都在这边。如果你看到自己中奖的，请赶快跟把你的包括备取的朋友，都先把你的那个本名，然后联络电话跟邮寄地址，用讯息传给冰箱，然后我会安排尽快把将餐券寄给大家，谢谢。